为何还是要回去？阿母不会真觉得太公是句谢谢的吧？若我现在去，怕是要撞见二叔母挨训了。难不成是阿母想去听墙根？若是如此的话，娘娘倒可以陪你。我问你，你为何要抢着给葛舅母端烙酱？人家泱泱还在呢，如此出风头，置她于何地？ 我无非是觉得葛舅母说话中听，我喜欢这般性子的人。愠如这么做了，阿母为何会这般想我？阿母就是瞧我不顺眼，恨不得从最坏处揣度我。在阿母心中，堂子敦厚，我却从不人善，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心有算计。若非你平日里行事偏激，阿母也不至于误会你。 你若与你堂子一样，寻常柔淑勤勉，旁人想你，自然也就会从好处想。女儿愚笨，学不来泱泱阿姊。可我真是好羡慕她，自小就有葛舅母教养。我从小就没人教，哪里比得上？阿母不必生气，女儿倒有一法子。 为了阿母的康健着想，这次以后倒也不用一直盯着我，多去看看十全十美的堂子，如此一来，你什么气都顺了。无碍，再刺头的兵我都能训，不过就是个顽劣女娘。日后我自有办法，慢慢调教。 陈长沙，与其卖力讨好那些对你早有成见之人，不若索性寡情一些。反正你既无至亲可依靠，也无挚友可分担。厌你之人，比爱你之人多得多。没了葛氏，还会有其他人。不如对自己好些，对他人期待少些。 活得才能更自在。 因家母年迈未能远送，哎呀，老夫哪有脸面再让老亲家远送啊？贤侄啊，你从小就好读书，家世不良，你既有心继续求学，此去白鹿山，定学有所成。太公错爱，实对不住。你呢，不要自愧残肢，也不要自愧年长。 古雷多少圣贤一把年纪了才有成就，咱们比不了圣贤的成就，但是比比劲头总可以吧？待到以后你学有所成，返回故乡，一定要办一间学社，不论贫富，只要他肯读书，咱们就教。到那时也不忘老夫一片苦心呐。承太公所言，程程定不负所望。 阿父，阿父只管安心去读书，家中杂物泱泱会学着打理。你阿母回葛家了，阿父也要远行了，从此便不能替爹照拂于你。长嫂，娘娘性子软，身边婢女虽然都是使唤惯的。 但我依然是放心不下，所以还望长兄长嫂能够看顾一二，这样我去白鹿书院也能够安心读书。二弟放心，我定会如亲生子女一样教诲养育的，定不让泱泱受半点委屈。
洋洋，以后遇到事，多跟你大伯母商议。你要记着，成家才是。